号飞达，机量位置，然后点机量设置这里，机量设置取一格料，然后二号再取一格料，三号再取一格料，四号你再一直排在那里就可以了。八取一格料，六号取一格料，七号取一格料，然后八号取一格料，好，八号点到图像这里，文件这里，然后读取这个2835的模板，这里，然后点一下，都选一号，点一下测试选项中心。要点照相位置，这里，然后点测试选项中心，测套结果，保存数据，然后二号勾选，然后再点测试。